走失者姓名，李国秀走失者性别，女走失者年龄，四走失原因，其他走失者特征：高一米六，穿白色上衣，剪蓝色袖子，灰色休闲裤，肩背黑色的背包，独自一个人走失时间2018年7月27日走失地点北京，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北京市站联系人，孩子父母联系电话18370759925 15770715202，其他信息那是否已报警，是7月27日在江西赣州上车，乘坐 K106 次列车，终点北京西站。头条寻人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免费公益项目，致力于帮助各类家庭寻找走失者，其原理为在走失者失踪地点附近弹窗寻人信息，借助头条庞大用户，极大提升可能目击者帮助寻人的几率。过往成功案例已经证实，头条寻人的精准地域弹窗对短期内走失的老人、精神障碍患者等移动能力较低的人群有较高的寻人成功率。邮箱 xunrenitoutiao.com